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铁帽村，我是呆呆村长。上一次我在地下挖矿石，没想到我的矿石竟然神秘消失了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矿石给偷走了，这搞得我人心惶惶，现在也不敢下去挖矿石了。哎，走，问菜菜要点小鱼干吃去。呀，这个僵尸有点意思呀。把我的矿车都给霸占了，怎么你还想体验一下高空铁轨的感觉吗？要不要我帮你推一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估计把你推上去你也就被烧死了。在这里你就坐着吧，等我要完小鱼干回来再收拾你。上一次我让菜菜准备了100条小鱼干给抱抱，结果抱抱没有问我要小鱼干，嘿嘿，拿菜菜的这100条小鱼干就给我了，然后我私吞了，和史蒂夫我们两个分吃了。哎呀，小鱼干就是这么轻松获得。菜菜，菜菜，你在家吗？呆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正想找你呢。菜菜，上次我让你准备的100条小鱼干你有没有准备好啊？马上抱抱就要来了，把这100条小鱼干赶快给我呀。好的，这就给你。其实小鱼干早就准备好了，还是2种不同的口味呢，保证抱抱喜欢。太好了，菜菜，这100条小鱼干我就先拿走了。对了，呆呆，抱抱什么时候来呀？抱抱过2天就过来了。那好吧，要是抱抱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呀。好的好的，那先就这样了，天黑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抱抱其实已经来过了，菜菜还不知道。嘿嘿，我们先把这100条小鱼干给收回家再说。走，我们看看史蒂夫在不在家。我们先吃2条小鱼干吧。还别说，这小鱼干真香。要是烤熟了那就更好了。史蒂夫，诶，史蒂夫好像不在家呀。史蒂夫箱子里面有没有啥好东西啊？全都是上一次我送他的礼物。这边还有一个箱子。为什么这几个矿石单独放一个箱子呀？这怎么感觉和我上一次丢的矿石差不多呀？难道我丢失的矿石是史蒂夫偷的？这史蒂夫现在不在家，等史蒂夫回来了非要好好的问一问他是不是他偷的。哼，要是他偷的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先在这里睡一晚，